小白，怎么这么倒霉，半夜睡不着，连挖个矿都能遇见怪物，半条命都吓没了。嘿嘿，我眼睁的见，铁矿啊铁矿，你以为你藏在水里我就看不见你了啊？矿洞好黑啊，还有火把的移动照明，这个得下次夸夸辅佐。哈哈，煤炭跟我走吧，躲在头顶也没有用的啦。煤炭啊煤炭，燃烧自己，解禁了矿物，哟呼，好嘞，加油啊啊，青金石，嘿嘿，挖走挖走，到时候附魔就靠你了。这附近都没有矿了，随机传送啦。RSPAWN 资源世界，搞定，传送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难道是 him？ 我还没见过活的 him 呢，去看看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算了，挖矿挖矿。哇，什么鬼？吓死我了！原来是碰到显示器插头了。算了算了，继续挖矿。嗨，这么久了都没得找到钻石，还自己吓到了自己。睡觉睡觉。